姥姥，你看这烤竹子干嘛呀？又不能吃。你小子看什么都想吃，待会姥姥给你做牛肉吃。竹子做牛肉？你没开玩笑吧？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课，让你长长见识。姥姥，你这又是竹筒又是石头的，怎么做？姥姥今天给你做一个你没吃过的。还有我没吃过的，你这行不行？再说吧。姥姥，你这不就是土豆牛肉吗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待会你就知道怎么好吃了。姥姥，牛肉还能这样做，真新鲜。那是，待会你尝尝别提有多香了。那我要尝一下。姐，快来尝尝姥姥石头烤牛肉。好嘞。哇，好吃吧？姥姥，这好香啊！姥姥，这太好吃了，我下次还要吃。下次姥姥还给你做。好。